我加摩尔会保护大家的。精炼食物，复印补一补，准备开打了。果子大和小棉黄肚，奥尼阿乐。等一下，减伤的话，我看一下。或者你要不要先闪一下，闪现一下看看，试试看。先闪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跟距离，双闪的那个雕纹要装，然后不可以冰角，不可以冰角。或者有听到吗？闪现到哪里？闪现到我现在这个位置吗？我放给你看，闪现到对，然后你要看距离，从哪边闪进去，再从哪边闪出来，闪出来要第一时间，要不然马上死，大概两秒你就死了。就我要闪现到这里，这样一结束，放冰箱是吧？对，一闪进去放冰箱，然后那我冰箱五分钟 CD 的对吧？只能放一次哎，全场战斗就一次就够了。啊。那等一下减伤的顺序的话，一样小 A 第一棒，奥尼第二棒，丛林第三，胖达第四，风影第五，然后放着最后。然后我把那个法师跟猎人组排在第三队，这样方便捕食刷血。那阿乐跟我们捕食同一队，那麻烦捕食重点照顾阿乐，你要记得转 P4 的时候那个门要重放一下，换把它放到中场跟那个，这个一定要记得。5 4 3 2 1，最后的敌人可要出代价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，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，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小明开戒指，这怎么回事？早了一秒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眼前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，5 注意脚下，3 2 1，
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绿色女人很脏脏的，准备驱散。减伤，驱散。快打断。5 4 3 2 1注意减伤，本串快打断。幻坦嘲讽。夜影注意脚下，然后远程快打断。注意脚下，快打断。红叉集中，准备恐惧，集合分担。5 4 3 2 1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准备小鬼了，注意脚下。艾格拉。OK， 有开，终于开了这次。准备转大怪哦，准备要转手，驱散驱散，转手大怪都转。快打断。三阶段准备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。小 A 先预备位置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好，五位奥尼，奥尼去。然后下一个是森林，然后胖达第三棒，第二胖达恢复了。森林二，完全是胖达，胖达接，胖达接。注意脚下，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我们到往前，到往前。滚开！5 4 3 2 1注意减伤，跪下吧！幻坦嘲讽，挣扎吧，哀嚎吧！从来把小鬼漏几只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5 4 3 2 1可惜没用。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我一直在看那个吃你 buff 的人到底好了没有，我是不是该闪现进去了？快打断。刚那一波小鬼应该是阿乐死掉了，所以少一个术士。那刚才出恐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是不用去冰箱吗？没有，还没点你，我会讲那个吃的顺序，就是。是最后。那反正我就等恐惧完了再出去呗。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。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戒指。这怎么回事？准备驱散。乌尔丹，你注意脚下，快打断。做了什么？我好败。4 3 2 1，爱子准备啦！注意减伤，幻彩嘲讽。远程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。5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幻彩嘲讽。绿色里面分散好，准备驱，准备驱散喽。快打断。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，幻彩嘲讽。夜影准备奔窜，夜影奔窜，远程准备跑拉圈，红叉集合。集合分担。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幻彩嘲讽。戒指五秒后，然后准备出小鬼，分散一点，红色里面分散站。注意脚下。戒指。准备驱散。转大怪。快打断。4 3 2 1，三阶段准备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第二半森林，第三半胖达。我的力量恢复了。森林准备，完全释放。注意脚下。倒往前，倒往前，倒往前，倒往前。滚开！5 4 3 2 1，集合分担。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幻彩嘲讽。星星点集合哦。近战不用，近战不用去，近战不用去，近战跟那个敌人没关系。红叉移动，分串，单人出绿色。你的血肉。5 4 3 2 1，倒往前，这一次去拿我来拉。倒往前，分散好，分散好，准备小鬼。3 2 1，快打断。集合分担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。按一下 ，OK， 往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你们不移动就直接死了。快打断，注意减伤。跪下。幻彩嘲讽，快打断。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
等地狱火，等地狱火，然后他注意脚下，四阶段准备，先自杀，重来，重来。让力量流遍你全身，你就是撕裂者，快打断，你就是毁灭者，快躲开，注意脚下，快躲开，快躲开。 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砸中。没有，我们还是停手，因为刚刚有死人，所以就先那个了。你们还是要记住那一波，那一波就是玩它会有恐惧三个人，当恐惧的那个分担结束完之后，要赶快跑去红叉点。对，还是等一下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打进去，它就一定会出，因为它那个转阶段很奇怪，它。不是说你一转阶段，他那个小鬼或者是什么就不出了，他是转阶段的时候还要再过几秒，他才会重置 CD。但我们的 DPS 没那么快，所以就不如继续再等一波。就是早点我进，早点我进正自杀不是吗？就是去自杀，就你等一下就是跟犯、啊、跟犯者两个人跑一起，然后看谁活得久了。他跟矮子，他跟矮子。5 4 3 2 1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，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，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戒指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，5 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
幻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门哦。注意脚下。注意脚下。3, 2, 1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绿色里面分散站好，准备驱散，准备驱散。快打盹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快打盾，幻坦嘲讽。小棉准备奔窜，注意脚下。小棉奔窜，快打盾。远程准备跑圈，注意脚下。红叉集合，红叉集合。集合分担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。进红叉分散，小棉准备戒指，小棉开戒指。注意脚下。准备转手打怪，驱散。转手打怪，转大怪。三阶段准备。快打断！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那个奥尼一棒，奥尼一，森林二，胖达三。我的力量，好，一个远程没有过去哦。患者是忘了，完全释放。二棒的森林。Five， 注意脚下。Three， 去往前移动。One， 滚开。5, 4, 3, 2, 1。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幻坦嘲讽。远程捕食星星哦，注意脚下，往叉叉移动，奔窜，注意脚下，绿色，坦克注意一下哦，位置可能会炸到他。3, 2, 1，往往前移动，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。4, 3，这是我群啦、啊。One， 快打断。拉了太阳光，集合分担，快打盾，注意脚下，往红叉移动，往红叉移动，往红叉移动，一直跑，快打盾，不要停，断法。3, 2, 1，注意减伤，打大挂，快打盾，断法。幻坦嘲讽，远程准备点门，远程准备点门，门不要站人，门旁边不要站人。注意脚下。你的血肉。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，都停手，停手。先等，停手，不要打我 boss， 停手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脚下。2, 1，往完全移动。滚开！拉一下小鬼。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。跪下！幻坦嘲讽，快打断。分担，然后到红叉，然后打大怪。四阶段准备，打大怪。我等，快帮忙！那个戒指、英勇都下去。让力量流遍快打断全身。你就是撕裂者。快打断！你就是毁灭者。注意脚下。然后中印记的直接去另外一边。然后其他人准备分站一条线。4, 3, 2, 1，注意减伤，
幻坦嘲讽。重来吧。简单简单。我就像其他工作就快大功告成。主人要来了。Three, two, one. 毁灭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坦的方向错了，坦克应该有挂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最好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。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戒指。这怎么回事？驱散了。古尔丹，你注意脚下，快打断。做了什么？我好白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，快打断。眼神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。5, 注意脚下分担。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。
绿色里面分散站好，准备去。快打断！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！换台嘲讽，小明奔窜，眼神准备跑出来。快打！注意脚下，红叉集合。集合分担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，红叉里面分散，小棉准备戒指，两秒，小棉开戒指，注意脚下，两秒后准备驱散，驱散，转大怪，快单阶段准备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小 A 一，奥尼二，森林三。我的力量恢复了，完全释放。注意脚下。奥尼准备往前移动。滚开 ！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。杂种。幻坦嘲讽。黄色集中。注意脚下，往红色移动，奔窜。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往 BOSS 前移动。注意减伤。要分散好。幻坦嘲讽。Four, three, 这次群拉我了。Two, one。快打断。拉了太阳光。集合分担，快打断！等恐惧结束之后，红叉，红叉移动，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Five, four, 快打断 ！Two, one， 注意减伤。杂种，换点嘲讽。让开！哇，等一下，准备点门哦。门前不要站人。战斧风雨，等一下等那个火焰王再站。往完前移动，然后恶魔驱掉，驱散，分散哦，注意脚下，驱散驱散驱散，然后矮子准备拉，矮子拉，四阶段准备，分散哦，去红叉，快打断，让力量流遍你全身，快打断！你就是撕裂者，英勇啊，英勇啊！你就是毁灭者，注意脚下，准备那个地板上的。Five, four, 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！幻坦嘲讽。集合分担，快打断！开始起来！大功告成，诸神要来！往屁股移动。毁灭！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就是毁灭者！注意减伤。跪下吧！幻坦嘲讽。注意脚下！你们尽力了，可惜没用。
何分担。我就是毁灭者。有，他有吃到最后一个，他有吃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。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准备驱散。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，快打断，快打断！远程准备点门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分担。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，快躲开。绿色里面分散好，准备去后面还有一个地狱火，远程赶快转个火啊！快打断！ 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！准备分串，换坦嘲讽，
注意脚下。小棉奔窜，眼神准备躲大圈。快打断！注意脚下。红叉集合。集合分担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注意减伤。幻彩嘲讽。红叉里面分散站好。小明准备戒指，两秒。小明开戒指。准备转走大怪，准备驱。减伤驱散，转走大怪。快打断！三阶段准备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。小 A 准备预备位置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一半是小 A， 二半奥宁，三半是神灵。我的力量恢复了。奥宁准备完全释放。去连那个那个。动一下那个封印，动一下 three, 你要让你的那个 two, 连到那个冰啊，滚开。 5 4 3 2 1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，跪下吧。幻坦嘲讽，往红叉移动，注意脚下。绿色。5 4 3 2 1去往前分散。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幻坦嘲讽。4 3 2我准备，我会群拉，分散好。快打断。集合分担，快打断！注意脚下。往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5 4 3快打断。2 1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！幻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门。门旁边不要站人。都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。停手，停手，停。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准备减伤，然后驱散到往前，驱散驱散驱散，注意脚下。孩子准备群拉，分散好。快打断！孩子群拉。两个下了。分散好，分散好。快打断！四阶段准备。烧红叉。快打断！来吧，缺人就不用打，自杀。人生，你就是撕裂者，你就是毁灭者。停手，叫马上停，不要再多打那一趴两趴的啊！我们多打那一趴两趴，我们提早进没好处的。5 4 3 2 1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燃烧军团会毁灭这交给你，马诺罗夫。就像其他我的工作就快大功告成，主人要来
被推的话有可以调整自身的位置，你自身左移右移的那个背后的面向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来了。二阶段准备，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准备驱散。乌尔丹，你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什么？我好白。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门。注意脚下。5。注意脚下分担。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绿色分散啊，还有一只地狱火，准备驱散。快打断！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！小棉准备奔窜，换坦嘲讽。快打断！小棉奔窜，远程准备跑圈。注意脚下，远程跑圈，去红叉集合。集合分担。5, 4, 3, 2, 1。
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红叉里面分散战好，小明两秒后戒指，小明开戒指。准备驱散哦，减伤驱散，转大怪，快打怪，三阶段准备。魔化小 A 预备位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小 A 一棒，森林二棒，胖达三棒，森林准备。我的力量恢复了。森林准备接喽。完全释放。注意脚下。去往前，去往前，人群移动。Two, one。滚开！注意减伤，跪下吧！幻坦嘲讽，去星星，远程捕食星星战吧！注意脚下，防红叉移动。注意脚下，没有了，绿色，然后等一下，等圈移完毕，往往前移动。注意减伤，这一次群拉我来了。幻彩嘲讽。4 3 2 1，快打断！滚开！群拉了，太阳光。集合分担。分担完之后，记得要往红叉跑，往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移动移动。5 4 3 2，快打断！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门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！远程准备点门，轮上不要有人。注意脚下。停手，停手。先停，等一下，驱散，然后往往前移动，注意脚下。3 2 2，孩子准备群拉，快打断！孩子群拉，集合分担，注意快上断。恐惧完之后就往红叉移动，幻彩嘲讽，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快打断！英勇。戒指大招，四阶段准备。如力量流遍你的人生，你就是撕裂者，你就是毁灭者。注意脚下，我先拉一次地狱火，动手了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等一下会跟你接盘，我先群拉一次小鬼，群拉了快点、嗯、下一次小鬼的话就幻坦嘲讽，集合分担，到完后背后 5 3 2，准备推人喽、哦！分串一，小岛先奔，快躲开！快躲开！ Five, four, 快躲开！ Three, two, one, 不要过来！中间，中间等，中间等，中间等大圈。幻彩嘲讽，远程治疗，中间等。注意脚下。然后到那个绿色点，然后矮子准备群拉，矮子群拉。打小鬼先，哎，集合分担，先处理小鬼，单点也好，都处理小鬼。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。5 4 3 2 1，到王背后，然后小棉奔窜，
还有一个小鬼，中间等，中间等，中间等，等大圈，进站可以先跑，远程捕食要先等，长中完背后不动。还有一只小鬼哦，魔化小鬼，看到了打一下。注意减伤。换坦嘲讽。集合集合分担。侦查吧，哀嚎吧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侦查吧，毁灭 ！Three, two。你们那个第一次中产的时候不要点传送门哦，传送门是第二次的时候才用的，因为第二次的时候圈一放完马上就会有小鬼，所以我们才要用传送门。没有，主要是看那个传送门的位置，第二次被推完结束之后是用传送门，然后绿圈一出，传送门直接传到那个点之后，直接在那个点群拉。慢慢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时间轴的问题，就是你要让往 P 在 P 3要 P 5刀还是4刀？那个刀数我没有记耶。因为我们刚刚一刀那一把是五刀，但是前面全部的都是四刀，因为前面都是早进啊。因为我们是要早进点还是像刚刚那个时间点进是比较好的？5 4 3 2 1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，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
飞群上。孤儿丹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，注意脚下，注意减下单。 3 2 1，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，往绿色里面分散好，准备去，快打断。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快打断。幻坦嘲讽，小棉准备奔窜，注意脚下，小棉奔窜也成准备地板，快打断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，红叉集合，好的，集合分担。5 4 3 2 1，快躲开，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，红色里面分散站好，小棉准备，小棉戒指，注意脚下，准备驱散，减伤驱散，转手大怪，快打断。5 4 3 2 1，三阶段准备，小 A 预备，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小 A 一，奥尼二，患者三，奥尼准备，恢复了，完全释放。在注意脚下，往 boss 前移动。3 2 1。滚开！5 4 3 2 1。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。跪下吧！幻坦嘲讽，准备移动哦。注意脚下。移动到红叉，注意脚下，燃烧你的血肉。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跪下吧。这一次选幻坦嘲讽。5 4 3 2 1，滚开，快打断，全拉了，太阳光，集合分担，快打断，注意脚下，移动到红色，移动到红色，移动到红色。4 3 2 1，快打断，1注意减伤，跪下，快打断，幻坦嘲讽，准备远程，准备点门，停手，停手，停手，注意脚下，燃烧你的血肉。还没，还没有，不要打，不要打 boss。5 5 5，停，等一下，往完全移动，往完全移动，去上吗？去上，去上，去上，然后开始打完。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，快打断，集合分担，滚开，快打断，往红色，等一下还有一招，往红色移动哦，快打断。
参议用大招戒指。注意减伤。准备。换坦嘲讽。好，打进去吧。四阶段准备。嗯。小鬼也准备了。流遍你全身，你就是撕裂者。这次小鬼我会拿分散的。毁灭者，注意脚下。给他把我垫住。注意减伤。换坦嘲讽。燃烧军团，快打断，平衡分担。就像其他我的工作就在大功告成。往背后移动。主要我拉票。3, 2, 1，毁灭。5, 4, 3, 2, 1。中场等圈，中场等圈，不要点门哦。换坦嘲讽，注意脚下，移动到绿色，然后矮子准备群拉，矮子群拉，侦察吧，然后分散站好，快打断，战斧接吧，集合分担，有人，战斧 4, 3, 2，战斧 CD 哦，注意减伤，移动。换坦嘲讽。5, 4，不要踩水啊！自己看一下自己站的地方。毁灭。然后等一下跑回来，记得在中场门旁边等。门旁边。可惜没用。5, 4。注意脚下。点门。然后准备群拉，这次我来啦。注意减伤，先解决掉小鬼。换坦嘲讽，快打断。然后下一次恐惧放神，集合分担，恐惧放神，都抽 boss 了。侦察吧，哀嚎吧，啊！5, 4, 3, 2, 1，毁灭。DPS 看一下戒指还 CD 没有，可以开吗？远程在中场等，注意减伤，分散战跑打就行了。注意脚下，分散战好吧。集合分担。就是毁灭者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换坦嘲讽。5, 4, 3, 2, 1。毁灭。你们尽力了，可惜没用。那个就是 P3 那一次古尔丹那个夜影的 CD 应该空着，然后那次你开一下吧。然后那个啊，你说第几次古尔丹？六次。一次古尔丹，就是一次古尔丹那次，那个你的奔窜 CD 应该是好的，然后你就顾一下那个，就是，古尔丹那四个人，主要是古尔丹那四个人容易被推下去。好，被推的跳真的有，有时候你可能在最边边的时候，你跳一下，你感觉你已经出界，可是他会把你拉回来。跳有用，按着前边按前边跳。
然后你们在那个山那边被靠着山被推的时候，你只要调整你的左右方向，根本不会被推下去。古尔丹是不会被点恐惧，不是不会被推。5 4 3 2 1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，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准备起，减三驱三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门，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分担，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绿色里面分散，准备驱散。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！快打断！换坦嘲讽。小棉，注意脚下。小棉奔窜，远程准备地方。快打断！注意脚下。在我这里近战小心。红叉集合，红叉集合，红叉集合，快点！集合分担。有一个可能直接死了，还要有人帮你分。5 4 3 2 1，集合一定要确实。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注意脚下。戒指，戒指，戒指。哎，准备驱散哦，驱散，会出火，快打断，准备准备换另外一边，换边，无需畏惧，三阶段准备，魔
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。人掉下去了，他们痛苦挣扎吧，重来吧。我看着夏天使这样飞了下去，变成天使了，就是毁灭者。Five, 注意脚下。Four, three, two, one. 滚开！挣扎吧，哀嚎吧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注意减伤，集合分担。你们尽力了，可惜没用。小岛在吗？炸网储点不能超过5000点，你们可以去试。那种我里面有10000点的，那是纯粹胡说八道。好像3500点，反正很低，3张季卡还不到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都是小棉的错。环堵他说他包月估计就是大便。
那个曼曼，你发了个什么东西啊？阿克用的啊。哦，阿克用的，现在搞吗？反正都休息。哦。收一下那个广告。怎么我有两个啊？一个什么群主十一，另外一个是群主十一，是两个没错啊，两个都要啊，一个对啊，一个是被点军团印记的，一个是没有被点的。那被点的要去指定的位置，然后没有被点的也要去指定的位置。它不是拖不动，你要拖的话，你就按那个位置，把那个锁定位置取消一下，它就可以拖了。点进去主选项那边，然后上面有三个页面，主页面、图示跟位置，点位置那边，然后有一个锁定位置，把它取消掉就好了。点进去，从哪里点进去啊？还是你们先把它删除，我再传一个没有锁定的给你们好了。怎么删除啊？我会移动了。删除一样，你就点到那个主页面，它不就有一个删除此群组的按钮吗？你就先在你的那个找到你的设定的那边啊，比如说我现在传给你的是两个都是阿克 dash， 然后有一个军团被点名，一个是军团没被点名的，你就点一下，然后就转到主页面那边，就有一个删除此群组。
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刚才是那个进去到那下面不是有主页面条件通知世界群组条件，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主选项嘛，然后到那个主选项那里去啊，主选项那里，然后我在左侧那个页面那里点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发现东西没有了，然后在左上角有个完整选项打勾打出来，然后就是有那个群组了，有那个锁链群组啊，阿克十一阿克十的群组，那里面就可以锁定位置把它解锁了嘛。小薇，你把那个群组共用点开啊？没有吗？群组共用点开吗？那你看一下群组设定档里面，群组角色设定档里面有没有那个有军团被点名和军团没被点名，然后看那个右边有个位置选项卡，那个下面重设位置左边有个锁定位置，你把那个锁定位置勾选，把它就是取消掉，然后你看到那个不是那个框的右下角有个那个改变大小的那个图标。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团主不会去超商买点卡去了吧？哎，我问一下，我刚才在主选项那里搞了一下之后，那个发现输入 tell me one 那个输入之后主界面那个四个技能框没有嘞，那我要新增一些那个一些条件的话怎么弄啊？那四个技能框没有嘞。放着。你那个你打那个你 tell me when， 然后那个你要建的是角色设定档还是怎么样？如果建的是那个只有你这个角色用的，你就那个群组角色设定档那下面点那个新增群组，然后你要图标的就是图示，你要计时条的就是那个计时条，就是要整个账号共用的就是群组共用里面添加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新增群组了。
靠！5 4 3 2 1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。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准备去上。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眼神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分担。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绿色里面分散战壕，准备驱散。快打断！5 4
注意减伤，快打幻坦嘲讽，注意场面奔窜，远程准备跑，注意脚下，绿红色叉叉集合。集合分担，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幻坦嘲讽，三秒后戒指，小明戒指，准备驱散，准备转手大怪，驱散没驱。三阶段准备，快打断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。预备位置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圈跑，圈跑。那个小森林第一棒，幻达二，风影三。我的力量恢复了。幻达预备，完全释放。看哪些？注意脚下，其他人往往前移动。其他人往往前移动。滚开！5 4 3 2 1，快打断！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。快打断！幻坦嘲讽，就是毁灭者。轻轻移动。还有一只小鬼，处理一下。快打断，快打断，注意脚下。网红叉移动，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5 4 3 2 1，往前移动。这次群拉我了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大怪大怪，快打断！大怪。3 2 1。大怪去找对看光，快打断，集合分担，注意脚下，移动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移动移动移动，5 4 3 2 1，快打断，远程准备点满，注意减伤，杀中，幻坦嘲讽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那个 DPS 缺了这一只。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停吗？停一下，停个几秒而已。到完前之后再开打，停手。往完全移动，往完全移动。注意脚下。然后矮子准备拉，驱散，矮子准备群拉。就是毁灭者。驱散，驱散，驱散。绝死！重来吧，重来吧！集合分担，重来吧！注意减伤，全部自杀，全部直接去自杀，不要撑了，直接自杀。这是逼力，快打断！没有过早集合，因为小鬼跟推人会同时出，快打断，所以一定得集合，因为你不集合，小鬼不能拉。然后你不集合，推人直接就下去。你就是毁灭者。对，所以就是因为天上有下火雨，所以我们才会先拖慢时间，先从绿色点跑到往前。所以就是天上有火雨，然后要出轨，然后要推人，这三个技能会一起来，火会早一点点而已。没有，风影是刚好他去第三次孤儿丹的时候，然后他被点了恐惧，
那只有我一个，就我去帮他分担，可是不够。他不是点，他不是被点怒之怒的，他是去帮人分担的。5 4 3 2 1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，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，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准备驱散哦，注意脚下，快打断！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，注意减伤单。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绿色里面分散账号，还有两个地狱火。准备驱散，快打断。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快打断。换坦嘲讽，小棉奔窜，远程准备大拳，快打断。红圈集合，红色三角集合。哦，红色叉叉，集合分担，5 4 3 2 1，注意减伤，换坦嘲讽。红色里面分散站好，小棉准备两秒后戒指，放一下，谢谢。注意脚下，小棉戒指，小棉戒指。准备驱散，减三驱，转大怪，快打断。4 3 2 1，三阶段准备。马诺洛斯，小 A 预备位置。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奥尼第一棒，然后范泽第二棒。然后范者准备哦，等奥尼闪出去你就接过去了。范者去，范者范者范者，注意冰箱，冰箱啊冰箱啊，范者不用冰箱。到往前，到往前。滚开！你们尽力了，可惜没用。注意减伤，杀中，换坦嘲讽。注意脚下，
注意脚下。受你的血肉。Four, three, two, one。环抱式移动。注意减伤。移动，再往前。幻彩嘲讽。Four, three, two, one。快打断！太阳光。集合分担。快打断下。往叉叉移动，叉叉移动，叉叉移动。快打断。Four, three, two, one。注意减伤，快打断。幻彩嘲讽。注意脚下。完成准备点。血肉。停手，停手。Five, 注意脚下。Three, 往完全移动，准备推人哦。孩子准备巡拉。光开。太阳光。驱散大怪。集合分担。注意减伤，快打断。往红叉移动，戒指英勇下去。快打断！果子你再吃一层，果子你再吃一层。四阶段准备。让力量流遍你身上。你就是撕裂者，你就是毁灭者。注意脚下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幻彩嘲讽。燃烧军团。快打断。带领着焦点。集合分担。交向其他无形的我的工作就快大功告成，就是主人要来了。Three, two, one， 毁灭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远程中场，注意减伤。跪下吧。幻彩嘲讽。注意脚下。哦、oh, shit！ 在燃烧集合分担，集合分担，战斗吧 ！Three， 争吵吧，哀嚎吧！注意减伤，幻彩嘲讽。Five， four。那个我说一下，那个P 3的就是第一次古尔丹，然后两个中的远程，你们要注意，你们前面的两个近战必然有一个会被点推人，所以你们推人前三秒一定要给那个近战让开位置，不要让古尔丹连到那个近战，要不然他们一定会死。夜影刚才就这么死了。一个古尔丹已经连到16万一跳的伤害了。
最好还是冰箱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主人要二阶段准备。召唤者，这就是你们的使命。马诺洛斯要再生了。注意脚下断。做了什么？迪克大块转火快一点啊！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满。注意脚下。注意脚下。3, 2, 1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绿色里面焚上好，准备去。快打断。5, 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快打断，幻坦嘲讽。上面分叉。注意脚下。远程准备跑圈。注意脚下。红色集合。集合分担。快躲开。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，快躲开。幻坦嘲讽。三秒后准备戒指。红色你们身上好。注意脚下。小戒指。好，妹妹开了。准备驱散，减伤驱散。转大怪。快打断。5, 4, 3, 2, 1。三阶段准备。小 A 预备。魔法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小 A 一，奥米二，患者三。我的力量恢复了。潘天天使在光点。完全释放。奥米。注意脚下。4, 3, 2, 1。往完全移动。滚开。5, 4, 3, 2。太阳光啊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黄色移动。注意脚下。往红叉移动。注意脚下。绿色。你的血肉。4, 3, 2, 1。往 boss 前移动。注意减伤。这是我行的。幻坦嘲讽。4, 3, 2, 1。滚开。快打断。太阳光。集合分担。快打断。往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移动都移动。快打断。4, 3, 2, 1。注意减伤。把门让开。快打断。
幻坦嘲讽。远程准备点。玩停手。停手吗？玩停手。停手停手。驱散吗？等一下等一下，往往移动，然后驱散，注意脚下，然后孩子准备群拉，孩子群拉，快打太阳光，都打了，开始打了，集合分担，注意减伤，还没，快打幻彩嘲讽，往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红叉移动，开英勇戒指大招，快打四阶段准备。我要炸场了，我准备那个群拉、哦、注意脚下，如果当他跑，哎哦，看光，注意减伤，幻彩嘲讽，集合分担，把眼镜我的功夫就快大功告成，主人要来了。Three, two, one, 毁灭！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中间等，中场的，中场的，远程中场的。幻彩嘲讽。不要点门哦，出圈往绿色跑，绿色绿色，然后矮子等下准备群拿，绿色关注，准备群拿矮子。古尔丹到团队后面去，古尔丹到团队后面去。太阳光哪一个？古尔丹别连到人，到团队后面去。我去，我去，别连到人。平时下位一样，集合技能分担，快打断。Three, two, 哇，往背后。注意减伤。幻坦嘲讽。5 4 3 2 1毁灭。约奔创哪一个？远程中间门旁边等，远程门旁边等，等出拳点门，然后这一次群拿我拉，稍微分散一点哦，不要一直被那个点。看官来了，先打小棍，然后恐惧就放生，抽完，集合分担，能放生放生放生，其他人离开。侦察吧，哀嚎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管逃到哪里。燃烧军团，恭喜 GA， 哎，我靠，一二三。带动赞助的恐惧预言，我操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是玩掉的。快点交十万出来了！古尔丹逃到黑暗之门了，动作快，有不是有三个人肉到。哇，出赞助的有动嘞！谁的走啊？怎么没有生物树？五个，我用得上。五个人肉了套装，你们真是好黑哦！我揉到人家衣服啊，我揉到衣服了。五个人肉了套装，夜影没有中，夜影中了一个裤子。啊。奥利迪周上一周也是这个副手，恐惧预言三万起，战斗带动恐惧预言，那没有一百万的对不起大家了。环堵因为小鬼有处理好，所以没有
太大的治疗压力。之前是因为小鬼有漏一两只，然后小鬼漏一两只炸团的话，就会很多血喷掉，而且平均补量比上次的高诶。35万，自取灭亡的蠢货，黑门已经完成了，看看燃烧军团的力量，在绝望中战斗吧，凡人。那个猎人肉到弓没有？除了森林，其他猎人肉到弓没有？黑门就绪，准备入侵。是收集了吗？还是挡不住我的？最后一丝光明将在我手中熄灭。看胖达进团就有了，我知道。是，主人。我的到来是世界末日的写照。就看那个公告那边的那个，你们这些右右班教学，马上就会被。问一下达克族是现在这个族吗？那个，咱们我觉得是最好是看好再看熟视频再来念。这样练光看技能其实没多大效果。好，49万，倒数5 4 3 2 1，恭喜小 A 视频毕业啊，不还有个阿克的哇。M 阿克的怎么会？那个锁甲手腕、锁甲护腕，猎人们，好，我听到慢慢说了。咱们。锁甲护腕倒数5 4 3 2 1，锁甲护腕封印，布甲裤子和副手1.5万。布甲裤子和副手，刚才我是不是说错了？副手倒数5 4 3 2 1，裤子先清小怪吧，先清套装，等会儿再拍。5 4 3 2 1，左边。我刚才魔在捡中了那个 DP， 然后中了那个祭司 debuff， 还有一个地狱火在追我。
们这个队那么威武了，实力都顶了。就差一个沉默了。先把砖拍一拍吧，拍掉。哦，都拍完了吗？没有。战列萨，战列萨套装。然后小怪一堆，他们边拍我边说，就是你们记得阿克的火，除了吃火的，其他人不要去碰到。战列萨兄14万，5 4 3 2 1。那个贼斯法德兄开始拍。说啥了？什么是悠悠版？就那个下一壳的技能解说攻略啊！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有啊，看过了。我找一下那个。连结已经在公告里面啊，有大陆的也可以看的，有台湾的也可以看的。29万，5 4 3 2 1。
站住。哎，哇，新眼镜哦，很贵吧？打工赚来的。哎呦，新包包哦，我可是荷包大师型。哇，最新的旗舰机哎，你怎么买下去啊？不用买，哈啊啊！真的还假的？远传四 G 好接力方案，首创手机。刚才我跟陈天是三十万，交定资金二十七，每天不到十万，我跟他都打到五十万了。好东西一定要花钱买，租比买更划算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说的。多报两个技能，少报两个技能，怎么办？现在只要有更多的朋友和追随者即可赚取金钱。MMM 社会金融网络已经覆盖全球107个国家，和成功转换100元为1000元，更把1000元转化到10000元。每月30%从每个朋友中获得10%，带上你的朋友一起赚更多的钱。是的，这个邀请是给你的。MMM， 我们改变世界，咱们一起做吧！点击这里开始赚钱。阿扎。我们基本上应该会采用两个火吧，感觉我们要压一火，可能也许没那么容易。我们还是把那个英勇留在 P3 吧，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刚开荒的团队来讲，我觉得 P3 才是难点。那农团的话应该是 P1 P2 才是难，因为 P3 他们都练到手了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压 P3 的时间，所以英勇拿去 P3 用。那我在那个 RC 有 po 两个视频，那台湾的可以看 YouTube 这边的，那大陆的话就看土豆的那两个。那个插件基本上那个雷射的 ESRT 里面就有了，所以你们都有安装 ESRT， 都直接自带都有了。